嘈杂烦扰的一天，在进入奔驰后彻底结束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最新的数码大灯，犹如繁星一般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进入车厢后，我们可以激活一个让人迅速平复心情的功能。这功能让大家仿佛置身于自然中，与鸟兽鱼虫或者是海浪沙滩为伴，让在车里边的所有人迅速可以平复心情，补充精神上的能量。我们来激活一个来看看。现在我们仿佛置身于海滩旁边，听着海浪、沙滩、微风，还有海鸥的声音。